安利微购云购会员购买流程。安利微购开启轻创业体验，一部手机轻松创业，只需分享给顾客，顾客点击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即可购买。普通顾客首次购买成功后，即可成为安利云购会员，尽享更便捷的服务。我们一起来看看云购会员如何购买吧。安利云购会员有三种方式进入微购，我们可以通过伙伴发送的链接，或者是在朋友圈分享的微购链接进入。或者是通过伙伴分享的产品二维码图片，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入微购。也可以是在我的微信卡包中找到已生成的安利云购会员卡，点击会员卡即可进入到安利云购平台。接下来为您介绍具体操作流程。首先进入到安利微购专区，选购任意一款面膜，滑动页面至底部，点击立即购买按钮。首次购买的顾客需要绑定手机号码，输入手机号及验证码，点击确认即可。若为营销人员或优惠顾客，则需要点击链接登录云购。登录安利云购或绑定手机号码后，直接进入订单结算页面，在该页面可以填写或修改您的送货信息。如需修改，选择送货地址，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可以编辑收货人姓名、所在地区、详细地址及手机号码。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送货地址确认无误，在支付页面点击立即支付。支付成功后，该页面底部将显示关注安利云购公众号的勾选项。为了便捷了解公司资讯、查看订单物流等信息，大家一定要记得勾选关注哦。如果没有及时勾选关注公众号，在支付中心页面会第二次提醒您，长按识别二维码即可关注安利云购公众号。与此同时，系统会向您所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一条关注微信公众号并领取会员卡的消息，再次提醒您关注。关注安利云购公众号、原安利云服务公众号后，在公众号中输入关键词"会员"，即可通过链接进入领取会员卡，尽享更便捷的服务。已关注安利云购公众号的顾客，购买成功后，公众号会推送一条安利云购会员卡的领取通知。点击链接生成一张待领取的安利云购会员卡，点击领取到卡包按钮，即可生成专属您的安利云购会员卡。再次购买时，进入到微信"我的卡包"，即可找到这张安利云购会员卡，点击安利云购按钮，即可进入到云购平台。感谢大家的观看。